自己画的牛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妈妈和丽丽听到笑声走进书房里，妈妈说明明画得很好，明明说谢谢妈妈，明明又说爸爸教我上颜色好吗？爸爸教明明用电脑上颜色，明明还会把不要的颜色擦出来。明明说我们可以用电脑打球、打字，还可以用电脑来画画了。和我盖上颜色，电脑真了不起。丽丽说：“我要是我的头脑也像电脑一样多好呀。”妈妈说：“我们还可以在电脑上读故事、听音乐和玩游戏呢。”你们看这是什么？丽丽说：“这是生日卡。”爸爸说：“对了，这是一张生日卡，我们也可以用电脑做生日卡。”明明说外婆的生日快到了，我要做一张生日卡给外婆。丽丽说：“我也要做一张生日卡。”妈妈说：“好，我们来一
合作。合作。做一张生日。